家好，我现在在海纳尔零下20几度的室外，但是我整个人仍然是非常的开心，因为那边有一大票车等着我冰雪漂移，走去看看。哇哦，今天全部是 AMG， 这边两台 C63S 的酷配，这是教练车，然后往后我们绕过来看一下，这边 AMG 的 E43 E 级的入门的 AMG 版本，3.0升的双涡轮增压，401马力，配合了四驱系统。那边 C43 同样是 3.0T 的双涡轮增压，367马力，也有四驱，两个 AMG 的四驱车型雪地漂移，我还是很期待的。再看这边E63S， 哇，这是非常梦幻的一台车，4.0的 V8 双涡轮，超过600马力，我记得是612马力，同样它也有四驱系统，四驱600多马力的 E 级，但是很可惜这台我看样子应该是教练车。然后我们往后，这里黄色的 AMG， 这是一台 AMG GT， 476马力，我们再往后看啊，这是一台，这应该是一台 GTS， 我们看一下尾翼，我们确认一下，对，这是一台 GTS 高功率的版本，510马力，新款有522马力。再往后看，灰色的非常漂亮，同样是 GTS， 这一溜都是 GT 和 GTS。再然后我们去往那边看，这边 AMG 的 C63 4.0T 的 V8 双涡轮，476马力。往前走一个 C63S 升级到510马力，这就是今天所有的菜单。我来想想开哪台呢？嘴上不知道怎么选择，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一开始我就已经钻进了这台全场的机皇 AMG 的 GTS 4.0T 的高功率发动机，511马力，是旧款，新款有522马力。它也是奔驰 AMG 家族里面除了一些赛道的特别版本之外，也是民用的最尖端的跑车了。哇，首先 4.0T 的发动机500多马力，600-700牛米的数据在冰面上是严重的富裕了，哇，这是随便一踩就开始滑，可能只有1/10的油门，你看我现在就哇就开始滑了，但是 ESP 还在介入，而且我现在直接把它扭到了赛道的 race 模式，因为我刚才发现在 sport 加模式的情况下，它的 ESP 干预还是很严重，而在赛道模式下，它 ESP 能稍微放开一点，能允许一定幅度的滑动，并且在你失控之前，它还能把你拉回来。哎，好。其实 AMG GT 呢是一个哇哦，我能听到很强的回火声。其实 AMG GT 呢是有着一个很古典车身造型的一个GT 跑车，前面的机器盖很长，人是几乎坐在了后轴上面，这是和一些很古老的跑车以及奔驰之前的旗舰车型 SLS AMG 是很相似的。这样它的轴距其实挺长，所以它在雪地里漂移的宽容度和可控性还是挺高的。对于一个这么大马力的 V8 双增压后驱车来说，你看，哇，救回来了，哇，还是很好的。其实刚才教练跟我说，这种大马力的 GT 跑车在冰面上是要开启在运动模式下的 ESP， 这样是速度最快的。因为你如果完全关闭 ESP 的话，他说是无法控制这个大马力的怪兽的。但是我刚才跟他稍微申请了一下，我短时间的关一下试一下啊。好，这里长按 ESP 开关，现在它已经关闭了。我们看看教练告诉我们的话是不是真的。看来教练没有骗我，一关 ESP 立马滑的已经找不着北了。哇，我们稍微再试一下，你连救车的余地都没有。哎，你看，哇，哈哈，你是，我赶紧先把它打开吧。我现在连救车的余地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开 GTS 在ESP Sport 模式下，在赛道上开，冰雪赛道上开还是有一定技巧的，你要尽量的找到 ESP 限制动力和不限制动力那个临界点，这样最快，因为它完全把这动力掐死之后，你出弯的速度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台 GTS 在赛道上的可控性真的是非常的好。现在我从 AMG GTS 上换到了一台 C63， 不是 S 的普通版本，同样是 4.0T 的双涡轮 V8， 但是功率被调低到了476马力，同样是一个性能猛兽，因为400多马力和500多马力其实在这种冰雪的道路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样这个时候我把它调到了 Sport 加模式，因为它没有赛道模式， Sport 加模式以及 ESP 的 Sport 模式下，它允许车有一定幅度的侧滑，但是我发现这台车 ESP 的宽容度要比 GTS 高出很多，可能是 GTS 太过残暴的原因吧。这台车在 ESP Sport 模式下，它允许比较大角度的漂移，并不会直接粗暴的掐断你的动力。你看我现在，哇，很顺。所以其实这台车在雪地上的乐趣可能还要比 GTS 要稍微高一些。好，我们让一下前车。走着，哇，你们能看到我的方向盘打的角度是，反打的角度已经挺大的了。你看，还在飘。好，回正。哇，这个车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好像对 C63 有了一些不同的认知，因为在我的传统印象里，之前的 C63 以及 C63S 是一个很暴躁的猛兽 V8 的引擎，因为它对手都使用了6缸，但是它还是 V8。 但是现在在这种道路上，好，哇，反打，好，回来，哇，很顺的就出去了。它甚至不需要你专门的想把车甩出去而甩出去，它是自然而然的自己就很自觉的就出去了，太有意思了。好，那个，好，烦恼还有回来，哇，太舒服了。好，再来，哎，回来，还没有，走，好，回来了。哇，连续的重心转移，太容易了。进弯，来，没有断油，还有。再来，再甩，哇哦，太爽了！一只手，太爽了！哎呀，真是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不同的 AMG， 非常传统的 V8。双增压大马力后驱，哇，很传统的性能车的标配。但是其实 AMG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排量稍微小一点 3.0T 加四驱，我们等会儿能开到43的系列，再去看看43系列还能不能给我带来另外的惊喜。 E43 首先它的动力仍然是非常的舒服，400马力的 3.0T 的双涡轮，另外四驱系统，普通的奔驰的 4MATIC 四驱系统是前45后55，也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状态，而这个车是前31后69，是很偏向于后轮。你看，哎，滑，啊，它 ESP 有点限制我的动力了，所以它不能连续的继续滑，明显没有之前的两台后驱的 V8 那么顺滑的就飘起来了，它的极限还是有一点高，解决了。没有那么容易顺滑的，自然而然的就飘起来。相对来说，这个车的稳定性要更好一点。它其实在这种冰雪道路上，哇，一个急弯，冰雪道路上跑走线的那种模式可能会要更快一些，确实很稳。但是飘起来的时候，哇，速度不会很快，然后它 ESP 会断你的动力。因为这是一个四驱车型，所以我想稍微尝试一下ESP 全光看是什么样子。我们
稍微试一下。哇，哎，不、哦，很舒服。刚才那两台63 ESP 全关是恶魔，这一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易近人的。哇，还是很可控的。哇，四驱系统确实在冰雪路面的稳定性帮助很大。你会发现奔驰的 AMG 车型现在越来越多的使用四驱的系统了。低端的43系列是全系四驱，360的全系四驱。再往上高端的，你看新的，哇，很爽。新的 E63 也使用了四驱，哇，很舒服。哇，这个车换 ESP 很舒服。哇，哇，那关 ESP 可控性太高了，真爽。好，我们抬脚刹车。哇，开四驱的奔驰确实 ESP 可以全部关掉。了解一台车有很多方法，你可以与它朝夕相处来熟悉它的质量，你可以把它开上赛道来探究它的性能，也可以像我一样把它带到冰天雪地里来了解它的动态平衡以及驱动特性。而对于像 AMG 这样的车来说，体验轮胎与冰面的摩擦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它不仅能让我更加了解这台车，也能让我增加控制失控车辆的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很开心，对，整个人都很开心。而喜欢一台车也可能有很多理由，可能是因为它漂亮的外观，可能是因为它强劲的动力，而有时候甚至都不需要一个具体的理由，因为它能让我很开心。